大家呢，如果有喜欢吃奶酪的朋友，尤其晚上，喜欢吃点奶酪呢，既有助于消化，又能缓解旅途中的疲劳，特别不错。奶酪呢，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也不是特别陌生。就咱们地面上普通的奶酪呢，做一斤奶也得用10斤的鲜牛奶。今天呢，给您咱们来自锡林郭勒丹的奶酪，当地呢也是比较出名的。咱们如果去当地旅游的话，一包呢是20克，但是呢，今天由于是刚拿上，所以说特别新鲜，口感也好，为了方便大家选择呢，只需要成本价18块钱就行，有原味的，有无糖的。方便大家呢，在那有奶酪呢，那有奶酪。